投资朋友大家好，很高兴今天又来到我们股市之宝啊。我想呢这个行情呢，说句实在话啊，这个算是每天都在做大怒神啊。那当然这个行情里面我一直跟大家提到过，就是说事实上在这一波的行情里面哦，爆了大量之后，那你看现在量慢慢缩了，所以事实上这一波的行情里面你会发觉到资金又回到了小型股了。我讲的每一句话你都要放在心里面，所以它的资金又慢慢的回到小型股了。哦，所以说这个基本上就跟之前航运三雄是一样的道理。哦，当时航运三雄爆最大量在最高点的时候，哦，量慢慢缩的，那事实上资金又回到了所谓的比较中小型的股票。那当然这一波的行情里面，接下来中小型的股票我个人认为会更飙。哦，因为你的资金啊基本上啊你要集中到中小型，又是股本小的，又是中低价的，我个人认为这些股票啊未来的喷发的状况会更加的啊这个剧烈，会更加的厉害啊。所以我陈老师，我在电视上我常跟你讲说，我常跟你讲的很多股票啊，你现在你看不到，你以后你就看得到。哦，所以我陈老师我也常跟大家讲说，股票市场里面啊学技术分析的人啊基本上啊他比较难失去理性，所以学技术分析的人基本上他永远都是在这个区间操作。所以当一个资金来了，当一个行情来了，当一个真的大涨的行情来了以后，很多学技术分析的人他会怎么样，他会买不到标股。哦，这是我陈老师几十年的经验。所以技术分析它并不是不好，哦，所以技术分析基本上它就是比较太保守了，所以技术分析往往怎么样，抓不到标股。所以你有时候听技术分析都感觉听起来很有道理，但是它往往抓不到标股。哦，所以有时候我陈老师常常跟你讲失去理性，哦，这是技术分析有时候它比较难做得到的。哦，因为技术分析就是要理性嘛。哦，所以这是我几十年的经验。所以有时候当股票在大涨的时候或者在崩盘的时候，技术分析它就怎么样，它一路不好啊，它就没有用了。哦，所以技术分析基本上来说的话，它只能够赢到小利，亏可能就是就小停损，但是它抓不到标股。所以研究技术分析的人你会发觉到这些人他比较难以失去理性。但可是有时候当大行情来的时候，你就是要失去理性，对不对？那我陈老师我今天跟你提到过的东西，各位投资朋友你看看，我今天就跟你讲5月11号没有人会在乎这个，每个人都在讲军工观光。我当时我跟你讲先进光的时候，你看5月11号在这个位置哪有人要啊，都还在跌呢，这个位置都还在跌呢，你看看这个哪有人要，你看到今天为止第五支啊，先进光发光发热。所以我陈老师常跟你讲，你看看像这种股票没有人要啊，当然现在很多人在讲啊，问题是5月11号的时候全台湾的人都可以帮我作证，只要有看陈老师的节目，我从来不会跟你讲基本面技术面，我5月11号的时候我就讲这几个字，先买先赢赚进大财发光发热，先进光。陈老师你这样说我的又没多一支。你有时候你就在那边欺负我就对了。你看我在上个礼拜有没有跟你讲生技周要来了，百言的生技周要来，生技周将到来，百言。我陈老师我跟你讲的东西有时候你先放在心里面哦。陈老师啊，有啊，你第一个说啊，我第一个说敢有好，你看看像这个，像这个也是我第一个讲的，全台湾的看我节目的人，我陈老师啊，奇怪，人家在讲一拳讲十拳，你也奇怪，你要讲上拳，人家在讲德维，你要讲德胜，我当然有消息啊，上上之选全力冲刺，这一支股票叫上拳，3月22号，你看看这边，3月22号这一波啊，在这个地方啊，一天才692张。没有人鸟我呢，每个人都在讲一拳讲十拳，哪有人要讲什么上拳，现在哪个老师没有上拳，现在哪个老师没有上拳。你看看像这光胜7月3号，光中之王胜战7月，谁要讲这个6442，7月3号在这边呢，没有人要讲这个。
所以我陈老师常跟你讲，技术分析的老师抓不到这种股票，技术分析的老师抓不到这种股票。我今天我给大家有一只股票，我跟你讲非常重要，你不要等我打开，你这一只股票你不要等我打开，百年难得的好股标股，下一只更厉害的上上之选会是谁？这一只股票你先把它放在心里面，叫6128，先把这个号码记住，6128，这一只股票你等我打开以后，我连续讲一个礼拜，你要等我打开了以后，我会连续讲它一个礼拜。我今天先预告，这一只股票你等我打开以后，我会连续讲它一个礼拜。我今天把它盖起来，上上之选，福气万千，上上之选，福气万千。我今天这一份资料我免费送给大家，百年难得的好股票，下一只更会上上之选是谁？我跟你说，未来第一名好运，上权以后跟他比，上权啊，这一只股票以后跟他比差远了，会吓死你。我讲的每一只小型股都狂飙，都大飙。我今天我这一份资料我送给你，麻烦你等一下打电话来要。我再讲一遍哦，未来之最第一名，未来之最第一名，百年难得的好股票。我陈老师，我今天跟大家讲，先把这个号码记住了，你不要等我打开，我今天把它盖起来，我是要让你先上车。你等我打开了，我连续讲它一个礼拜，我连续告诉各位它一个礼拜好，你看这一只股票未来会不会超过上权，未来会不会超过先进光，还有我昨天有跟你讲的非常重要哦，我昨天跟你讲的非常重要，这一只股票叫联益光，先进光，跟你讲你不相信，先进光未来最大最大的合作厂商，史上最强的光要来了，继哥本跟联益光，先进光最大的合作厂商，史上最强的光要来了，这一只股票叫联益光，先进光最大的继承者，我今天我在这边讲你不相信，经过一个礼拜以后你就相信了。谁是先进光未来最大的合作厂商？有的人说，陈老师啊，我先进光没有买到，没有赚到，这样我没办法啊，我没有办法啊。全市场我第一个讲的，我当时每天在讲这个时候，每个人都在汉翔，每个人都是凤凰，每个人都在三富，我当时我5月11号我在讲这个的时候，没有任何一个人愿意认同我。陈老师你奇怪，你就爱买电子股，人家观光长那样子，人家军工长那样子，人家都在讲汉翔，人家都在讲三富，人家都在，你奇怪你买什么先进光？现在每一个老师每个人都有先进光。我今天我陈老师告诉各位投资朋友，你看看到今天为止，我告诉各位投资朋友，未来你等着看好了，等着看什么？先进光未来最大的合作厂商，这一支股票史上最强的光还在后面，叫联益光，未来你经过一个礼拜你会来印证。还有我今天我给大家这一份资料，你不要等我打开，我跟你贴着的时候你动作就快一点了，你等我打开连续讲一个礼拜你没有意思了。这一支股票我先让你看，叫做6128，上上之选，陈老师下一次又有上上之选了，我这一次我一定要买，你等着看好下一支上上之选，上一支的上上之选在哪里？上一支全市场都没人讲，只有我在讲，每个人都在讲一拳，每个人都在讲十拳，只有我在讲上拳。那陈老师你好好玩哦，每个人都在讲德维，你们绕出一个德胜出来，你有德就可以，有当然可以，我当然有消息，每个人都在买德维，德维卖，全部人套在里面。我就拿出一只德胜，我说这只股票要是以后没有比德威好，你来找我创新高被分盘。每个人都在讲一拳，每个人都在讲十拳，我说我来弄出一只叫上拳，我来跟你拼一拳十拳，每个人都不相信。今天各位投资朋友你看看，今天一拳十拳套了一堆人，这只上拳一只飙新高，我厉不厉害？
我今天有告诉你，上上之选权力中置算什么？接下来上上之选 hockey 啦，上上之选 hockey， 我先让你看，你先把它记住6128。我今天盖住各位投资朋友，我是让你可以先上车。你今天你等我打开了以后，各位投资朋友，你不用上车。你不用上车，我陈老师告诉各位投资朋友，这个地方你以后一定会印证百年难得的好股，百年难得的好股标股，未来之最，未来小型股谁会第一名？就在这里。我今天陈老师把这份资料送给大家，我不让你看，我为什么不给你掀开来看？我今天我为什么不让你掀开来看？我是让你有机会。陈老师啊，我今天还想要追上权呢。陈老师，我今天想要追光盛呢。陈老师，我今天想要追百元呢。陈老师，我今天想要追先进光呢。你也足奇怪呢。刚才我30块咧叫银邦的时阵，你唔买400块啊？陈老师，我今天想要追银邦呢。你是咧？80块叫你买先进光，你唔买？今仔日106啊，一杯。陈老师，我今天想要追先进光呢。你想要追先进光，对不？安尼，我开始要来买联益光，这个股票是未来先进光最大的合作厂商，史上最强的光还没真正到来，我开始来买联益光。你紧追先进光，我开始要来买。未来你看看，等到先进光休息，它会不会是未来先进光最大的继承者？先进光，我跟你讲哦，你不要讲哦，未来有没有最大的合作厂商叫做联益光？把所有的业绩，未来整个先进光，把所有的业绩，各位投资朋友，阿林我讲你知影意思？一先进光所有的业绩，到时阵我甲你讲啦，大家拢咧买啊，迄当阵哦，你用抢的较紧啦，你用抢的比较快，但这个不重要啦，上权也不重要啦，先进光也不重要啦，我讲到都不想讲了啦。每个人都在买一拳买十拳，我说陈老师你弄出一个上拳，你有病啊。每个人都在买德威，我就给你弄出一只德胜，我每个我都有办法。我今天讲句实在话啦，我今天告诉你，你等着看好了，上拳算个屁啊，你以后你等着看 hockey 啦，谁会比上拳更厉害？我今天我跟你讲哦，百年难得的好股票，我跟你讲，你等我打开以后，我讲他一个月，你看会有什么发展，你看它会飙到哪里。等我打开了以后，我今天把它盖起来啊，我是要让你有机会而已，你不要误会哦。我把它盖起来，我是让你有个小机会啊。你等我打开了它以后，把这个打开了，我直接在电视上直接讲一个月，就跟这一样，你等我打开了有意思吗？我本来盖起来，你等我打开有意思吗？像我这个，我本来盖起来了，我本来是盖起来，你等我打开了有意思吗？你等我打开了，你怎么买？我这个本来我不是盖起来吗？先买先赢，发光发热。我盖起来之后你不买啊？你等我打开了，今天已经一倍啦。好，没关系，我先给你盖起来。你，我跟你讲哦，你今天看到有福气哦，你今天看到是我盖起来哦。真侪人可能唔是今天看的哦，一看我已经打开了，一直讲啊哦。今天我第一日给你盖起来哦，你把它记住6128哦。今天我跟你讲，一堆老师在那边送资料，你不用跟他要了。我蔡老师告诉你，你要，你买得到还是有没有？也不知道哪一支。我都给你暗示，盖起来不知道啦，下一只标股啦，下一只最标的啦，反正你打电话进来这一只你猜猜看啦，反正你生日是1234打电话进来就对了啦，你都不知道啦，你怕看吗？你怕去看吗？我都有跟你，我跟你讲，我今天跟你讲一句实在话哦，我上下左右都是那种盖起来不知道的。你的生日几号？来，你的生日只要符合这生日。你在喊，你在呼啦，你是在呼啦，你要紧啦。我都跟你讲，我跟你讲啊，
我这个以后我跟你讲啊，你没有的你要小心哦，百年啊，百年难得的好股标股啊 ，Hockey 啦 ，Hockey， 我曾老师讲句实在话哦，曾老师，我真的没有想到这个上上之选那么厉害，人家都在买一拳十拳，你在讲个上上之选，有没有上上之选？曾老师，人家都在讲德威，你们奇怪，人家讲到德胜去，现在每个老师都跟在我后面。今天大家都有先进光了，好，那我跟你讲，今天如果大家都有先进光了以后，我跟你讲，我准备告诉你，我要来开始买联益光了。先进光最大的合作厂商，你现在你追先进光啊，我要开始买联益光，我要开始来买联益光了，我跟你讲句实在话，你现在开始追先进光，我要开始慢慢的来买联益光。等到过了一个礼拜，过了一个月以后，等到过一个礼拜一个月以后，来我跟你讲，看是他厉害还是我厉害。我今天跟你讲这个啊消息，你不要跟人家讲哦，你不要说哦，你今天只有你看非凡财经台、民视财经台、三立财经台，你看不到这个哦，你就看到我的哦。先进光最大的合作厂商，一摇我跟你说，先进光最大的继承者，你知道吗？联益光现在三十几块，先进光它飙的时候是八九十了，你知道吗？联益光现在是三十几块，它现在才三十几，你知道吗？今天先进光今天先进光已经飙到一百六了，先进光是从八九十开始，联益光才三十几，而且联益光的股本才先进光的一半。而且联益光的股本才先进光的一半不到，联益光的股本才先进光的一半不到。先进光我跟你讲的时候八十几，现在飙到一百六了。我这边跟你讲的时候是八十几，现在已经飙到多少？已经飙到一百六了。现在八十几啊，我再讲个八十几，这边八十几，现在已经一百六了，一倍了。一倍了，我跟你讲，你不用再追了啦，没人够六个啦，小心它会拉回来。我跟你讲哦，先进光已经一倍了，已经一倍，它的从八十几，未来我跟你讲，它现在三十几，而且它股本哦，你看哦，它股本是14.2亿，先进光啊，你知道联益光的股本多少？不到5亿。联益光的股本不到五亿，不到五亿，它现在才三十几。而且我跟你讲，它未来这个动作会让联益光的业绩超过先进光，它的 EPS 会超过先进光，它的 EPS 会超过先进光。我不要跟你讲那个了，我今天最重要的重点在这里。我今天最重要的重点在这边，有没有听到？没听到就算了，我再跟你讲一次这个号码，我以后不会再跟你讲了，6128，我不会再讲了啦。有福气的人啊，你就有福气啦，那无福气的人我就没办法啦。这会去几倍你知道？这起几倍你知道？每一只让我点到的，我跟你讲哦，只要让我点到的哦，我跟你讲哦，我陈老师常跟你讲，尽量低调，尽量低调。每一只让我点到的，每一只让我点到的，我跟你讲啊，你动作如果不够快的人呢，你是买不到十倍以前的最低点。噔噔噔噔噔，陈老师啊，我再早知影吼，我那当阵银邦四十几块吼，我真正甲买一千张。陈老师，我真的早知道，人家在讲一拳讲十拳，你在讲上拳，他说上拳才三十块，我早知道我真的给他买一千张。真的被你点到的齁，
那先进光真的，人家在讲那个汉翔，在讲三富，在讲凤凰，只有你在讲什么先进光，我一点都不认同哎。早知道我那时候80块的先进光，我就我今天你跟你讲了，三立财经台、民视财经台、东森财经台、辉煌财经台，这些人啊，光讲啊，宝洁进前拢汉翔，进前拢三富，进前拢凤凰，进前拢长隆，进前拢阳明，进前拢这个万海。今天你按保洁节目讲，甲阿冠的节目拢在讲啥 AI， 这是对唔对？啊，奇怪，啊，恁个航运三雄来唔讲啊？按保洁节目讲，甲阿冠的节目即马拢在讲啥 AI？ 你有一天你买，你要买到 AI 哦，我跟你讲哦，你若听这大的财经台在讲，你会买到 AI 哦 ，AI 哦。正常了，你拢你阿冠的节目甲保洁节目拢在讲航运三雄，啊，今日奈唔讲啊？340万，啊，今日落啊剩50几块，啊，奈唔差你啊？啊，正常拢在讲汉翔，啊，正常拢在讲三富，正常拢在讲凤凰，啊，正常拢在讲遮，啊，即卖大家拢玩咧 AI 去。哦，就算苏峰志要来，就算王仁勋要来，啊，个遮人要来，台南帮的哦，拢是咧炒台南帮的股票。弄在炒台南邦的股票，台南邦是台湾最大的主力大户的股票集中地吧？黄仁勋嘛，台南邦啊，说是嘛台南邦啊，今麦是安怎？大家做阵炒就对了，啊，炒炒要倒有这人。我正好是我常跟你讲一句话，只要被我点到的，有的人说10倍的东西，我觉得不存在。英邦有没有10倍？你看现在上权一直要攻倍数呢，先进光要攻倍数呢，我点到的光盛，光盛啊，第一个讲的啊，光盛啊，一直冲啊，一直冲啊，不然陈老师这声小，这声小，我点到了每个小型股。我陈老师，我今天好想买光盛哦。陈老师，我好想买上权，我好想买先进光。我今天晚上涨了追百元，你都卖了就不要再抢了嘛，抢。好了，不浪费大家时间了，大概我起了。今天赶快把这份资料赶快要到，好不好？赶快要到，记住他的号码6128。我们下个阶段再回来。全民抗涨大作战，888抗通膨专案，让您轻松的负担，帮助您快乐的赚钱。抗涨专线02-8511-3366，抗涨专线02-8511-3366，鼎业投顾。相信从鼎业开始，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股市决胜大师级的研究团队，从实战中克服人性并战胜主力，我们不断地超越自己，也协助您实践梦想。相信从鼎业开始，我们希望复制一个又一个成功者的故事，而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。相信我们的专业，相信自己，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。相信专线02-8511-3366，8511-3366，鼎业投顾。看全球财经台，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，您还可以这么做：网路影音平台 YouTube， 能上网就能看，而且免费。改变收视习惯，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。各位投资朋友，我陈老师跟你讲的东西，先放在心里面。
讲过了哈，这一天讲过了，这一天讲过了。我今天让你看了、啊，有了道理。讲过了哈，讲过吧，讲过了，三十块就讲了啦。陈老师、啊，我好想追上权哦，你追啊，你追，你追，你追了。今天建议股票不要等我打开，等我打开了以后连续跟你讲一个月以后，等我打开以后跟连续跟你讲一个月以后，各位投资朋友，我怕那个时候你可能已经买不到了。接下来会不会有百年一见的好股票、哦、那我陈老师我常跟大家谈的很多的东西要放在心里面就好了，要放在心里面就好了。接下来百年一见的好股票，各位投资朋友，可能是你意想不到的好，好好把握，谢谢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